这是干什么？啊，这是干什么？不是，刚出来的面条过过水呀，亲家母，这过了水的面条才筋道。不是，你过水你也不能拿自来水呀，自来水它是生水呀，吃了以后它会生病的。不是自来水凉快呀，你要拿热水，那面条不就烂了吗？这有饮用水吗？饮用水也是凉的，你可以用饮用水过啊。饮用水多贵呀，20多块钱一桶呢，那过完面条子那不就到了吗？哎呀，亲家母。 你们城里不是整天说那个节约用水，节约用水？不是节约用水，你也得讲究卫生啊！这是吃到肚子里的东西啊！不是你想想，哎，这是生水，对不对？你拿生水过了以后，你万一吃到肚子里面，你拉肚子了，你怎么办？你省下的钱，你看病都不够啊！你知不知道？好好好，知道了，不是，这是太浪费，以后别加了做面条。 坚决不能用自来水，听见没有？好，你说啥就是啥吧。还有，行，我回家，我回去拿个东西。哎呀，吃啥这么多呢？这也不对，那也不对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饭了。啾啾啾啾啾！ 你咋就不听爷爷的呢？我不跟你说吗？你在战略上一定要藐视他，在战术上你一定要重视他。你没看吗？虚实你要分清楚，他什么时候？哎，对对对对，他什么时候往前走，你得看清楚。哎哎，打打！你看，又错过机会了。嗯，死了还可以再继续的。不，爷爷说什么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你这孩子。 没呢，你说这小破公司给了这活还挺麻烦。哎，挣不到什么钱，要不然办法呢？咱既然接了，就得把这事儿给人做完呢。老公，您辛苦了，洗澡水也给您放好了，饭菜也给您准备好了，您忙完就可以用膳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跪退吧。 老公，我给你倒杯水，放在电视这了啊。老公辛苦啦。嗯，棒棒的，么么哒。我跪下啦。你别老啊！爸爸，我跪啊，快来帮我。 哦，小祖宗，你怎么又不行了？哪儿不行了呀？哎呦，我打游戏嘛，大 boss 太厉害了，我用我的那个枪打不过他，你帮帮我。你打不过你就多试试，多试几回就过去了啊！我试了几回呀，但是我还看了买枪的，没钱买。没钱买，找你妈要去，爸这忙着呢啊。哎呀，爸爸，嗯，我问你，是这个不重要。 还是你这个儿子重要？哎，那爸爸问你啊，是游戏重要还是你老子重要？当然是我游戏啦。行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生你算是白生了，养你也算是白养了啊，你还是跟你妈过去吧。嗯，爸爸，哎呀，爸爸，哎呀，爸爸这忙着。爸爸，爸爸，亲家母。 这都是干啥的？这些都是渊博从德国买的天平、计时器、大大小小的量杯。我跟你说啊，德国它的严谨啊，是在全世界是出了名的。严谨跟做饭啥关系呀？哎呦，太有关系了！你记着啊，我们每个人每一天的食用油的摄入量。 是你体重的公斤数乘以0.45克，没听懂？没有。我打个比方，
就拿我们家来说吧，我，你说渊博、嘉乐，我们三个人，我们三个人加起来，它的食用油啊，如果是健康指标的话啊，是不能够超过67.5克，如果超过了就不健康。67.5，我给你打个比方，你看着啊，把量杯放上去，来，拿这矿泉水吧。 太好了啊！67.5克，一天，三顿饭，你们仨人，三个人，哎呀，这我不会，不是，你首先要记住，啊，我们要避免邮件包抄啊。 对不对？然后那个浓油赤酱啊，你可以做的清淡一点，这点油完全够了。不是，你可以清蒸，对不对？水煮，来，就拿你这个小青菜来说，你把它洗干净以后，烧一锅水啊，水开了以后，你把小青菜放进去，烫一烫，撩出来，滴上那么一滴麻油，放上少许的盐。 你本身就保持这个原材料的营养，你说对不对？这样又清淡又好，还有啊，这个玉米油。哎呀，你可真够烦。 打什么？嗯，这不过关了吗？怎么样啊？小菜一碟，你打的吧？啊，我打的。那我还行，过关了。你看你爷爷玩的。大孙子，啊，服不服？服。来，这个，爷爷。啊。 以后打游戏就你陪我了。行，那个管我叫啥？叫大英雄。先别整那虚头巴脑的，来点接地气的。叫爷爷。哎，来叫爷爷先一口。嗯嗯嗯嗯。嗯哎。那既然你服我了，是不是？那个爷爷跟你这个约法三章行。 行，啊，这样，以后呢，你想打游戏机，爷爷陪你打。嗯。二，打的时间不能太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打时间长了啊，一是耽误学习，二呢对眼睛也不好，眼睛会疼。三，打完了游戏机，爷爷带着你上楼下去玩波特，运动运动身体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 说话算数，说话算数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来，今天鼻子，谁不许反悔啊？太笨了！太笨了！老婆子，手洗过了没有？洗过了，洗过了。吃吧。哎呀，吃吧。哎，放盐。不是没有放盐，是清淡啊，要吃的清淡一点。行，大点就大点吧，大点好。真是，外婆说的对啊。哎呀，这烫怎么又酸又臭？你放什么了，小英子？不是，放了点番茄酱，还有加了点陈醋。不是，番茄酱怎么还能往里头放醋呢？你说你这个人，放醋它会软化血管，对血管有好处的。 不是你咋做的这顿饭呢？你哎呀，这也不太对啊。不是我那个亲家母指导我做的。啊？不是怎么了这？啊？我那个公司老板还要资料，差点给忘了。啊，你那资料让我放柜子里了，我怎么那么忙啊，一个个？哎哎哎，爷爷，当时是那个。
亲家母，家乐不是说不挑食了吗？我家这坏毛病好像没有改掉啊。可能早上吃饼干吃太多了。亲家母，你来吃，你来尝尝。啊，好了，哎呦，够了。你尝尝看。好，我尝。你觉得我做的味道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清淡，但清淡对身体是有好处的，好对吧？那你再吃吃这个。啊，行了。不，你吃，你尝一块这个豆腐，尝一下。怎么样？这瘦了肯定是好吃的。来，你再吃点这个，来，大口的吃。好吃吧？再来一碗汤。小莹啊，你看见了没有？你看见没有？看见啥呀？我跟大孙子打游戏机啊。哎呀，你多大了？赢一场游戏有啥高兴的？你看你，哎呀，都嘚瑟一整天了。小英子，从结婚到现在，我说过你多少次了？你这个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，那是打一场游戏机的问题吗？这个问题有那么简单吗？你透过现象看本质。通过这次游戏机，我赢了她，她服我了。他跟我的距离拉近了，我在大孙子的心中就不是一个什么土老帽啊、老农民呐、我现在变成啥了？你知道在他心里面中，啥呀？高大全。不是高大全，高大全是那个小说里的高大上。你用现在的话说，这大孙子是啥？他就是一个小屌丝。我跟你说的意思，你得慢慢的，你得变成白富美，我变成高大上，你这样的话他就同步了，你知道吗？白富美，哎呀妈呀！你别老笑，我还真不是跟你开玩笑，小英子。你现在教育孩子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不一样了？以前你说啥孩子都听，现在孩子们都有思想，都有这个，不一样。那说来说去，你说的还不是老农吗？你做老农，你也得做一个什么老农吗？做一个新时代的老农，有知识、有文化、有智慧的老农，与时俱进，你这样你才能跟孩子拉近距离。以前有句老话怎么说着？良师益友。真的，这一阵子来到上海以后，我跟大孙子这么一接触啊，我觉得应该调个个儿，叫益友良师。你得先跟他做朋友，他服了你了，你再把你的道理再慢慢的告诉他，他就会听。要不我跟你说，竹篮子打水一场空，说啥都没有用，真的。哎呀，看把你给高兴的。你说我能不高兴吗？啊，哎呀，这是一场攻坚战呐，我终于把这个山头攻下来了。我就琢磨着呀，这就是啥，这就是一颗小朝阳的心和一个老夕阳红的心，咕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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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越来越近，哎，重合在一起了，你知道吗？以前呢不懂，前两天我跟他们在一起看那个电视，放那个《灰太狼》《喜羊羊》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跟他们在一起玩呗，我就在那儿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哎呀，灰太狼拿片子给我。哎呀，给喜羊羊了！你说那念瑶咋说我吗？那个瑶瑶，妍妍，你卖萌好辛苦啊！你不要，哎呀，想不想你不要太累着我，还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把我臊的，你知道吗？一开始啊，我还心里头对这个老陈呐有怨言。你说一个男孩把他惯的，晚上睡觉以前不听故事睡不着觉，这不是臭毛病吗？哎，现在我是因势利导，抓住这个为我所用。你不是老陈能讲吗？我也能讲，我讲的比他外公讲的还精彩。
还比划着叫他听我的，不听他外公的了，以后他不就离不开咱了吗？是不是？啊！别以为现在孩子小，啥都懂。老头子，我觉得真有两下子，我挺佩服你的。真的假的？我真的，真的挺佩服你的。你知道当时你爹为啥把你嫁给我呀？不就是认为我口才好吗？我跟你说，以前有两下子行，现在不行了，社会在进步了，你现在必须人得有三下、四下、五下，那才行，你知道吗？我是谁呀？村干部，没这金刚钻，我敢到上海来吗？哎呀，老头子，你给他们讲的什么呀？你给我也讲一遍呗。我现在还没想好。这个老陈呐，我听孩子说他是一本一本给他讲。我现在要打破常规，我要出奇制胜，我要让老陈防不胜防。我有个想法，你看行不行？我想把这个十万个为什么，把柳林风声、格林童话和拇指姑娘，他这四个我合起来讲。你现在你没看那个电视上老放那个什么穿越剧吗？哎，我讲故事也给他穿越一下。咋穿越呀？我先给你示范一下啊，你看看行不行，小孩能不能接受。上次说的曹操带领着人马来到了城下，哎，我这么给他讲，大家我再比划着。Atletas cerebul randre, senyor, senyor, caravec e soldat. Mire carrera, ene sa padre, pur plesir, il sol e comar. 这儿行不行？哎呀，太行了，跟你说，真的，孩子准爱听的。他愿意听英雄人物。小火轮，大板斧啊！咱来上海多少天？没几天，半个多月了。哦，差不多吧。怎么了？都没在家，家里没人。讨厌！我跟你说，老公，老公，哎呦，还疼呢啊！嗯，你这不行的话，我要不给你找点药吃吧？你等着，我去我妈那儿了。咋了？知道我什么毛病，你就瞎给我找药吃啊？这还用说，你这儿疼了，肯定是胃不舒服呀。胃疼也分很多种啊。那个，下回跟你妈说一下吧，厨房的事儿就别让她管了，行吗？你说说今天这胃疼，这肯定是她那半罐子番茄酱弄的，哪有做饭放半罐子番茄酱的？那怎么办呀？我是不敢说，那你跟妈说去呗。得了吧，我说你妈不得弄死我。哎，你妈以后怎么着，天天来啊？不，那她要天天来的话，那咱也不能把她往外赶呀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健康饮食挺好的啊。你行了，江乐，赶紧睡觉吧，快点。不，今天晚上我要跟爷爷奶奶去睡。哎呦！老唐，我要听故事。刚叫啥？爷爷。哎呀，听故事啊！嗯，爷爷讲的最好了，叫爷好好给你讲啊。嗯，乖一点，不准闹啊。啊。我跟你说，大孙子。啊。咱们俩得立一个契约。啥契约？你说话算话不？算。你是个男子汉不？是。行，爷爷给你讲故事可以，以后不许管爷爷叫老头，也不许叫老头爷爷，就叫爷爷，行不行？行。说话算数。算数。来。拉钩上吊，一百年不许变，变了就是一只小狗。对，我变了就是一只老狗。嗯。你变了就是一只小狗，记住了吧？记住了。来，亲我一口。好，说你要听啥。我要听奥特曼。
什么奥特曼？你来吧。就是那个一个宇宙英雄专。365童话。听过。1001夜。听过。哎，爷爷，停停，这三本我全听过，还有这个。谁跟你讲的？我外公。你外公也太不讲究了，啥都没给我留。那我给你讲啥呀？讲奥特曼。奥特曼是谁呀？奥特曼是一个宇宙英雄，专门打那种超级大的怪物。就像这样，就是身穿红色、蓝色的，还有银色的，然后就这样飞飞到太空里，以后就跟怪物这样。停。啊。坐下。爷爷懂了，爷爷跟你讲，奥特曼。奥特曼是吧？好。奥特曼。奥特曼。奥特曼。哎，这有点洋味儿还。行。在讲以前呢，爷爷先给你唱一个开场歌。啊。这歌你肯定没听过，你姥爷不会唱。小螺号轻轻地吹，吹的还有东南西北飞呀。小螺号轻轻地吹。好不好？哎呀，这听过的，会唱。奥特曼，听着啊。好。上次说到，奥特曼师徒四人一路取经前往印度，这一路上是餐风露宿，历尽千辛万难，降妖伏魔，那真是。过了980难，奥特曼底下有三个徒弟。你在眼睛里种了一棵树，我在你的怀抱里找幸福。每天的阳光，天天的温度，你总有我要不完的礼物。我在你的心里自由的跳舞，你送给一张快乐地图，天空的白云在前面带路，我和你唱着歌儿数着脚步。乖乖小乖乖，淘气小乖乖，乖不乖我乖你乖。萌萌的表情那么可爱，我和你永远分不开。乖乖小乖乖，淘气小乖乖，乖不乖我乖你乖。眨一眨眼睛喜欢发呆，我和你永远那么帅。不是你爸这太能说了，太能编了。哇塞，你别忘了我爸是村长，对不对？我们村里的上千人都听他发号施令，那不能编，能当村长吗？要不是讲故事，还能早点睡。我把我自己给讲兴奋了，睡不着了。我好容易才把他睡着了。哎呀，真不容易。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？为什么过去他姥爷一给他讲故事，他就睡着了？这说明他姥爷讲的故事没意思，孩子不愿意听。你看，我一给他讲故事，高兴。鼓掌跳啊，哎呀兴奋睡不着觉，说明什么？说明我讲的故事比他姥爷讲的故事有意思，这就是根本上的不同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是形势一片大好，但是形势喜人又逼人呐。啊，我得再充充电，多憋上点啊，我就一路给他讲下去。你讲的什么呀？那都是我这乱七八糟的，这胡编乱造。哎呀，你不懂，我是把
中国的故事和外国的故事，中国的神话和外国的神话，现代的神话揉在一起讲。哎，不管我怎么讲，但是故事的结尾都是正义战胜邪恶。哎，让他们做一个善良的人，不要做坏人。说你胖了，你还真喘了。来，还喝水不？行了，够了，回去睡吧。好，早点睡啊。去吧，快去吧，快去吧。把那个花巾给我拿过来啊。哦。能不能快一点？哎，象棋又不是相面呢，真是。哼，爸，这次我就得批评你了。你说，就我妈辛辛苦苦，好不容易给你做顿饭，那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你说你咋能直接就倒马桶了？你伤不伤人自尊心啊？你爸爸就是生在福中不知福。哎，淑华是轻易下厨的人吗？人家好心好意给你做的，你居然给倒掉，你真想得出来啊你？你看看我啊，我倒想吃，谁给我做啊？单身一个，不是吃冷饭就是吃剩饭。这么跟你讲，我要是能吃一口热乎的啊，就是难吃，我要把它吃掉。想吃热乎的？当然。那淑华给你介绍老伴儿，你装什么神经病的把人给吓跑了？你能不能哪壶不开不提哪一壶啊？我看见那个人就倒胃口。这么讲吧，我看见他，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你找的不是感觉，你找的是老伴儿。这人老了得有一个伴儿，是不是啊？是吧？你看看你自己长什么样子啊？都多大年龄了，还挑肥拣瘦的，要什么感觉啊？你以为你年轻人呢？小伙子，不要转移话题好不好？刚才是薇薇在批评你，啊，薇薇，继续。停停停停停，你也别说了啊。你知道吗？啊，你们知道吗？哎，淑华她给我做的饭的食，那叫饭吗？那太难吃了，懂吗？哎，她给我做的那个地三鲜，那叫地三鲜吗？那活活的就是用白开水煮的那个土豆、茄子、辣椒，做的跟芝麻糊、跟胶皮膏似的，连一点酱油都没有放，你知道？根本就不明白时尚的吃法，绿色的操作，什么乱七八的？她炒了个肉菜，你知道吗？我都没看出来那什么什么给炒的，那炒的有吗？妈。正经点好不好？不要吓唬我们嘛！爸，你这话又说回来了啊！你说我妈做饭再难吃，那你也不能倒了呀！你就算是倒了，你离远点，别让我妈看见。你说她发现了，她能不伤心吗？她不伤心，我就得上位。是我不对啊！我不应该把人做的饭给倒了，我有机会跟她道歉。必须道歉。可是薇薇，你真的不知道，他做的那顿饭那实在是太难吃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不是夸张，你说那马桶都接受不了他的那个手艺，到马桶里那都直往上翻，直往上冒，你可想而知啊！哎呀，算了算了，夸张啊夸张，你太夸张了吧！我记得我以前尝过淑华的手艺啊，好像没有那么难吃吧？不能形容为难吃啊，只能形容为震撼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，薇薇啊，嗯，你妈妈说要亲自给我下一次厨，做一回饭呢。哇，哼哼，听你爸爸的感受，那我就不敢吃了。哎，老陈啊，哎，拜托你，在淑华面前，婉拒。哎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让你一个拒。那好，再让你一个吧，好了吧？哎呀，拜托了！行，等我给他道歉的时候，我顺便把你的歉意也给他说一声。好，谢，告诉他不要给我做了。哎，你就跟他讲，我胃口最近不好，好吧？我知道怎么说。我就说呀，这个天泽的胃呢，还不如马桶呢。哎，停！什么叫我的胃不如马桶？哎，不，我不是那意思，不是说你的胃不如马桶，我说怎么说那马桶的胃，不，我
我不是这意思，好不好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胃不好，别让他做了。对嘛，胃不好就是胃不好，跟马桶有。你还来不来了？你还来不来？我来什么来啊？不要乱讲了，这盘不算了。侯总啊，我跟您说，我真不是催您，你知道吗？您的尾款确实到时候应该给我结一下吧？啊？不是，我不瞒着您说啊，我现在都快连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。不是不至于，您知道，是我们这儿虽然比不上那大公司，但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呀、啊，是不是？好吧，那您帮我想想办法，行吗？啊，好嘞，好嘞，谢谢，我谢谢您了啊！哎，好好。什么猴子啊，简直就是一猴子。哎，媳妇儿，喜欢就买呗。嗯，买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喊什么喊呀？不就是8800吗？我们公司同事的老公陪她逛了一天的商场，买了一堆衣服，一下花了38000，人家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。现在公司这么器重我？刚刚给我升了职，我要是穿的不好，那不仅丢了我的身份，也给你这个大老板丢面子不是？8800，不报销。报。别说8800，88000我也给你报啊！哦，还有一个是，我每天啊看见你妈在家里实在是太辛苦了，从早忙到晚，放了耙子就是扫把，我又不是一个不孝敬婆婆的人，是吧？我是这样想的，以前你记不记得给咱家打扫卫生的那个牛阿姨啦？把她叫过来，帮忙搞搞卫生，让你妈也休息一下，怎么样？老婆体贴吧，行，你说啥是啥啊。那我给牛阿姨打电话啊，你跟家里边也说一声啊。好。哦，哎，等一下，哎，还有一个是，啊，五一马上不就到了吗？你打算怎么过啊？你定。要不然，咱们带着家乐去郊游吧。没问题。你等一下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我今天给你打电话，你看你这个态度，我不就是买了一个8800的包吗？不说了，领导来了，我一会儿再打给你了，好吧？一个电话8800呀，发呀！东子呀，啊，那个没事，我给您打个电话问候您啊，那个我想问一下，我们那尾款您什么时候能给我结一下呢？展博，我中午下班了，想吃点什么，我回去给你做。哎，不，我还不饿呢。哎，夫人，你怎么会有时间来回来给我做饭呢？只要你喜欢吃，我就是没时间，我也得挤出点时间啊！我也得培养一点自己中华女性的传统美德啊！啊，对。淑华，对不住啊！你说你上次辛辛苦苦给我做的饭菜呢，都让我给倒了，这个我由衷的表示歉意啊！对不住，对不起。小事一桩。啊，用不着道歉，女儿已经开导过我了，我呢不生气。真的不生气了？那你看我现在像生气的样子吗？夫人大度，大度。啊，对了，那个天德呀，他也请你原谅。天德叫我原谅他什么呀？他说他最近工作很忙，他就
不能吃你给他做的饭了。哄你个陈渊博！你们两个人是不是一个鼻孔出气啊？都嫌我做饭做的不好吃，是不是啊？没有，夫人，我们没有嫌弃你，没有，我们只是啊。行了，不用讲，嫌我做饭做的不好吃是吧？行，那我不做啊，从此以后你自己订饭吃。夫人，别生气啊，别生气，气大伤身是吧？这个事儿呢，天德，行啊你，我就不信这个邪了，我下面还得给你找个伴，专门找一个。做饭做的难吃的本儿，龚天德，我恭喜你！好，上好家政。别乱逛，把鞋套换上。没事，把鞋套换上。给你了吧，你真是鞋脱了，脱了。是，丢三落四。别瞎逛啊！那个里屋卫生搞干净点，床下面、柜子下面都看一下啊。你特意请了半天假，你开玩笑呢？你的婚姻大事，我能不上情啊？哎，我跟于老师说好了啊，晚上6点你们俩相亲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什么呀？我晚上要看孩子的。你把孩子送到薇薇那儿，让她带不就完了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件事情，我怎么，是不是不愿意呢？愿意，好不啦？你敢不愿意？哦，人家于老师哎。要相貌有相貌，要身材有身材啊，也是正儿八经的，是中学的老师，桃李满天下。其实他喜欢跟你差不多。于老师什么都好，就是呢，厨艺上稍微差多了。哎，但是人无完人，对不对？哎，老孔啊，你回来了。哦，老刘，咱们俩下两天。快点出家去！哎呀，这家里进贼了！啊，那个贼让我给锁屋里了。这还要光天化日啊！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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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六啊！加六！加六！
啊！认识啊？以前他在我们家一直做过的呀。不是你，那他是谁呀？我们是一块儿来的。对不起啊。找幸福，每天的阳光，天天的温度，你总有我要不完的礼物。我在你的心里自由的跳舞，你送给我一张快乐地图。天空的白云在前面带路，我和你唱着歌儿数着脚步。乖乖小乖乖，淘气小乖乖，乖不乖怪你怪，萌萌的表情那么可爱，我和你永远分不开。乖乖小乖乖，淘气小乖乖，乖不乖我怪你怪。眨一眨眼睛喜欢发呆，我和你永远那么帅。找幸福，每天的阳光，天天的温度，你总有我要不完的礼物。我在你的心里自由的跳舞，你送给我一张快乐地图。天空的白云在前面带路，我和你唱着歌儿数着脚步。乖乖小乖乖，淘气小乖乖，乖不乖我乖你乖。萌萌的表情那么可爱，我和你永远分不开。乖乖小乖乖，淘气小乖乖，乖不乖我乖你乖。眨一眨眼睛喜欢发呆，我和你永远那么帅。